近日，北京大学乒乓球队应邀访美，参加美国乒乓球公开赛，以及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举办的纪念中美乒乓外交的系列活动，同美国乒乓外交的亲历者、青年学生和当地的民众近距离切磋互动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乒乓球队应邀访华，在清华大学参加了中美青年乒乓球交流活动。中美青年乒乓球代表团的互访，续写了乒乓外交的友好篇章，为中美民间交往注入了新的力量。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，基础在民间，未来在青年，活力在地方。53年前，中美青年乒乓球运动员在北京拉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，成就了小球转动大球的佳话。两国人民往来越频繁，中美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就越坚实，空间就越广阔，动力就越强劲。中方愿同美方一道，落实好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促进人文交流的重要共识，弘扬乒乓外交精神，不断书写中美人民友好新篇章。